位出席委员已注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听今天召集委员会选举的会议主席，请委员推会议主席。我已经先坐上了，所以我快点快点帮你推。好，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啊，我想报告事项进行前了哈，因为我们有些委员今天或许是第一次见面，那有一些是老同事了啦，哦，我们还是逐一向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啊。那我们先介绍这个高露委员好不好？好，来高露引用，欢迎哈，欢迎欢迎哈。接着我们先介绍国民党的这个委员了哈，我们先介绍连任的委员蒋乃馨委员，这我们教委会的乃公，还有我们的陈学胜委员，也祝福他现在正在参选党主席啊。我们介绍吴志扬委员，好，我们柯志恩委员。好，接着我们介绍民进党团的我们的委员了，钟嘉宾委员，我们就从这里介绍。好，还有黄国书委员，好，吴思瑶委员，许志杰委员，苏巧慧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好，我们还有一位何新存委员，待会马上就到哈。那应该是还有一位是高金素梅委员哈。好，那新国会新气象哈，期待大家携手合作。好，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报告事项一，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业经提报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决定召案通过在案。二，宣读第九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一号何新存，二号许志杰，三号郑丽君，四号黄国书，五号苏巧慧，六号吴思瑶，七号张廖万坚，八号钟嘉宾，九号蒋乃馨，十号陈学胜，十一号吴志扬，十二号柯志恩，十三号高露用巴基拉，十四号高金素梅。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来进行选举事项啊，请宣读。选举第九届第一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依本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本会应选举召集委员二人，由本会委员于每会期复选产生。另按本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登记法票选之。待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报告完毕。好，报告委员会，我们本日的议程呢，我们要进行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之选举事宜。那各党团都同意今日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推选的方式为之啊。那各党团也提出了推选的同意书哈。那我们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下啊。那这份是民进党党团同意推举的同意书啊。那民党党团同意推举黄国书委员为第一会期的召集委员哈，跟大家报告。待会还要正式通过，我们现在是先介绍。还是要拉一下，因为等一下还是要正式来同意啊。好，那我们接着介绍我们这个是国民党党团的党团同意书啊。那么同意推举陈学胜委员为本委员会第一会期的召集委员哈。好，那接着还有这个，好，这个是我们高金素梅委员亲民党团同意我们用推举的方式来进行召委选举啊。那这一份是时代力量党团同意我们用推举的方式来进行选举。好，所以大家一致同意我们用推选的方式啊来产生我们这个会期的召集委员哦。那报告委员会，所以现在就容主席宣布选举结果。
好，那本会期召集委员由黄委员国书，以及陈委员学胜，两位分别担任我们恭喜两位委员了。好，谢谢大家哈。好，那我今天的任务就告一个段落哈，本日议程处理完毕哈。那现在散会哈，谢谢各位委员，谢谢。